这是加拿大，富康，这旁边都是商店，商店有这个邮箱啊什么的都有，卖衣服的，卖这个中国的衣服，旗袍的，裙子的，啥都有。然后我们来看看，这边是报纸，星岛日报，然后这边有波特兰新闻，波特兰新闻，然后有乔生报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知识？这是有这种知识。乔生报办公，美国大选的，然后有不动产的，富康超级市场，然后不动产的，不动产的，这是韩国的，乔生报啊，看看是啥。翻翻吧，不动产管家拿了 The Asian Report 报告，这亚洲的报告 Rich，这是什么 Good，这是他的台历，台历，给你拿一个，拿一个看看，沙哈，好，现在是阳光明媚，我们准备往面走了，这就是我们来这个，来这中国城看的。走出来了，加拿大，西人还是来的还不少啊，在来这边来的不少呀，富邦非常大啊，而且它是非常有特色。